在一起十年，说长很长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一下就过了。谢谢你陪我这十年，然后我们快乐难过的事情都一起过了。嫁给我。我自己要求婚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，然后就是我想过很多方式求啊，但是本来想说如果得奖的话就求，结果等太久了。就我觉得在一起十年很说长很长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一下就过了，到现在，然后没有太多要说的，就其实就是谢谢你陪我这十年，然后我们快乐难过的事情都一起过了。嫁给我。这阵子去放个假，回来之后就觉得感觉过了很久。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瑞德，差不多换你了啦。我戒指戒指。嘉宾，我可以让你自由的谈话，然后来喝一个水。接下来呢，即将带来龙俊做一个小时的脱口秀。手吗？唱北流，手不手？还不错啊。那你不上个月再唱？对啊。听说你上次没有，因为我这阵子去放一个假，回来之后就觉得感觉过了很久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同的世界。你跟我说一下，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身为一个这么年轻然后成功人士，哇，早早结婚，然后遇上一个这么棒的女人，然后愿意跟你厮守终身，爱情长跑，我从你们还在很就是 ，Red。差不多换你了啦，我戒指戒指，我看一下，这感觉很大颗，对啊，这很大颗，对啊，应该红友也不会这么挑吧、啊。